平安喜乐，福星照，兔年大吉，好运来。哈喽，各位叱咤风云落神都的老板们，你们好，我又是那位小阿巴小吴。那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有没有完成自己的小目标？拿到过多少个粉钻呢？那趁着新年佳节，小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大家能听到啊，外面有很多鞭炮的声音啊，估计都在拜财神呢。不过大过年的，不拉点五湖四海的小哑巴们，多少有点可惜了。俗话说，一年更比一年好，今年多少也要再邀个半壁江山吧。因此今年我们邀请到了更多活跃在 GK 区的各大 UP 主们，让我们全体一同代表阿星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。那因为今年人数稍微有一点多啊，一到十已经不够用了，因此这次我们就以成语接龙的方式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吧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一帆风顺，顺风顺水，水到渠成，乘风破浪，郎才女貌，貌若天仙，仙人一步，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，财源广进，金榜题名，盈利双收，收获满满，满心欢喜，喜笑颜开，开门大吉，吉祥如意，意气风发，发愤图强，强强联合，合而为一，一往直前，前程似锦，锦上添花，花好月圆，圆圆满满，满心欢喜，喜气洋洋。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最重要的是祝大家前途似锦，兔年吉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大家能一同到场。同时今天啊，我们还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从今年开始，我们的 GTA 新春大联动将正式升级为 GTA 拜年季。那既然都叫拜年季了，那么不得整点新活。这不，除了 UP 主以外，来自洛神都的 NPC 们也为大家送上祝福了。那我们就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来看一看以一压博作品吧。过年好，新年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过年好，朋友们你们好吗？耶、这代表啥意思啊？对了，两个大耳朵多可爱呀、这就是我发明的兔年标志。为什么呢？今年拜年咱不说夜，只说兔，一起来一下，一二三，兔！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，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，气不喘面容不改。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祝好在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你发财，要喊的都好卖。不管在哪，无论在哪，只要咱们吃上一个热乎的饺子，那就算是过年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一米阿伯，非常感谢您过去一年对我视频的支持与肯定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转眼又到了新的一个农历新年了。在这里呢，我衷心的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业有成，财源广进。最重要的是，希望我们明年全天下所有玩家都能期待到阿星的 GTA 6官宣。
感谢一米亚伯作品，看来今年的洛神都也是很是热闹啊。那各位在办公室里也坐了很久了，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。让我们前往遥远的佩里克岛，开始我们的拜年行动吧。我们将乘坐航母前往附近海域，驾驶运兵直升机与天煞登岛，并分别前往三处地点领红包，并最终偷袭啊，不是给金发老大拜年啊。这说的我都有点兴奋了啊，让我们看看现场画面吧。
到我身上了，我哎呀，真刺激！车炸不掉啊！哦，原来有能进去吗？进去！我被可笑了！直接给我丢下来了！哎呦，真刺激！车炸不掉啊！哦，原来有敌人，能进去吗？可是小芳直接给我丢下来了，哎呦！哎呀，走吧，坏的人啊！打一波，我们打一波，一块进击吧，老大姐。对，哇，还被敌人撞了，你这内鬼吧，你从哪儿来呀？啊，哥，谁是把车给开进来的？可是小猫，怎么？我在楼上等你们。别！各位现在复活的可以来我们楼上了，这个黄色地点。然后上来的人都不要开枪。完了！太好点了！好，枪来了，好了，那我们进了啊！在下面也不等了，好吧，我们直接进。那喷我！新年快乐！金发老大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！我天哪，这办公室的质量好了！哎呀，这红红火火！哎，我也着了！是今天，金发老大，来点都来点，放点金发老大就变黑发了，变黑发了，年快乐！不是让一天小满，少打一天发子弹再走吗？好运来，好运来！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好了，各位打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准备这个领完红包就地下室玩。地下室这边旁边有个电梯，来地电梯。地下室的东西多了，看能进来吧，能进吧。来，二，真多呀，这个人真多呀。我的 CC 没投了，哎，我 CC 没投都没有。巧了啊 ，CC 没投啊。我已经把后路给大家留出来了，准备撤离。我已经在外面开好直升机了。老徐，是有地铁电梯的出去。哎，能走，我这边能走。我直升机呢？别人偷东西怎么出来的？老徐，我在直升机呢。来，我们都到豪宅门口，都去豪宅门口。这边我们开船走还是直升机走？我们跟船都可以，我们先都在直升机跟船都在港口。直升机已满员。哇，好挤啊！上个车，上后面能坐着，后面人坐。哎呦，坐满了。好，能坐。好了，走了。哇，哎呀，这车坐了多少人？这车外面还能挂上，外面还能挂两。不行了，哎，跟上也上地铁那个吧。可以，我们直接来港口集合，直升机在港口的顶上集合，就是我们干掉敌人的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操场这里好多人，怎么已经有人打气？你应援什么应援，走了应援，还可能应援呢？你这段路我熟，每天来这儿路。还有里面的一个敌人，哎，他怎么会在打我们直升机呢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所有地方都打完了，各位该上船，还有直升机上面就直接上直升机啊，直升机就不用跳闸了，哎呀，我在水里，我们准备换位置走了 ，OK， 好了。